不信刷不帅来。来，我们先正面的镜头。我以前早就知道说他很会演戏，然后他的戏是真的是非常非常强的，所以我那时候其实有点小担心，有点压力。对，其实是我有点压力。然后再来又有李仁科，对不对？李康生，然后又那么多很厉害的演员。希望以后有他的片子也要有我，有我的片子也要有他，这样就好。因为拍成 OK， 那 OK， 那这样你们俩加起来很贵。哈哈哈哈哈。然后你这碰碰撞撞的，就是流血啊，脚上很多疤，现在。他回家老婆，我会觉得很心疼。啊，然后你说活该，活该，你自己要做这些 stunts。他说有替身，你为什么不用？